家好，我是英业疗顾问中心的黄博士。OK， 上一集我们讲到李太太啦，李太太因为有忧郁症啦，所以她做了精神检验，做了不完整啦，啊，将她的那个忧郁症治疗的西药啦，导致到她的甲状腺呢，甚至她的分泌毒素，我们叫普拉丁啦，高了很多。那其实当一个人如果压力大的时候呢，肾上腺就会释放出一种荷尔蒙来对抗，但是原来这个荷尔蒙过度的话呢，也会捣乱到你其他的荷尔蒙，所以乳房其中一个荷尔蒙的话，它可以因为基因的遗传，就是可能妈妈、外婆啊、阿姨他们会有，但是其实你会觉得很奇怪，中国妈妈如果她也有这种的遗传的话，它确实可以生。那问题就是出现在以前的人可能没有太多的压力，而且他们结婚很早。当然这个分泌毒素的话呢，普拉丁呢，它最可以明显影响的话，就是它可以捣乱荷尔蒙里面其中另外的叫做活力个，就是 FSH， 因为它可以压制那个活力个，令到那个荷尔蒙不能出来，所以那个粒胞就不能活了出来。另外就是这个 FSH 如果它没有办法去拎到那个粒胞可以出来的话，其他的荷尔蒙就起不了作用，所以不可以太小看这个普拉丁。那普拉丁除了这样子，它也可以压制黄体。那有时候一些荷尔蒙可以影响一种，其他的荷尔蒙也可以影响两种、三种的荷尔蒙。所以如果普拉丁高的时候呢，意思是说你还没有怀孕，但是你这个指数高，这样呢肯定也会压制其他的荷尔蒙，然后如果你怀孕的话呢，它就会压制那个黄体，黄体就没有办法出来。所以有一些人的生理周期有时候超过16天或者延迟7-8天还没有真正去检验的时候，它已经来检查，那这种情形有很大的可能也就是我们叫做技巧性流产，像他自身也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流产。所以有一些人在经前的时候呢，他乳房特别胀，甚至会很容易痛，那这一些他也要留意了，可能跟他的乳腺增生啊，甚至跟他这个荷尔蒙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工作压力大的妇女来讲呢，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一个普拉丁，然后博士会教你们一些简单的穴位，甚至在饮食方面调节。那当一个人如果他压力大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单单他的荷尔蒙受影响，他的人就会啼笑不满，所以他就变成没有耐性，很容易发脾气。那通常一般来讲呢，如果工作压力大啊，或者人际关系不好啊，家庭生活遭遇到挫折的话，健康出现状况啊，或者心理长期处于一个悲观的状态的话呢，都很引起压力，再引起那个精神焦虑的，所以情绪就很暴躁。如果是这种的情形呢，就很容易冲动啊，脸红啊，血压上升啊，心跳快。那这种情形要留意的就是可以通过按摩来舒缓那个压力的。那除了按摩方面的话，其实可以吃一些维他命 C 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水果啊、strawberry 啊、青色绿色的蔬菜啊、kiwi 之类啊、维他命 E 啦、那个蛋黄啊，甚至一些nuts 之类啦啊，像黑芝麻啦，像另外就是香蕉啦，可以舒缓啦，还有就是豆类啦、nuts 那一些。另外就是一些低酸啦，但是低酸也要留意啦，就是要吃低酸又有特别的状况的哈，所以要留意吃的分量。那在压力方面的话，很多时候呢也会觉得一个人可能头要晕啊，甚至有人压力过度他就会头痛。那今天我会比较专注，其实第一个穴位是保健的穴位，我相信大家都听到我讲了很多次，这个穴位是非常非常好的穴位，就是合谷穴这个穴位啊，合谷穴这个穴位。然后第二个穴位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我们叫做百会穴。其实百会穴大家应该听过我讲过的，也就是我们将两只手指在那个额间旁边，然后在这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以去连接按它。这样基本上来讲还有一个
学位的话，我们叫做风池学。那风池学的话，其实你可以留意，就是我们在后脑这一边，后脑这一边的时候呢，这边有两个洞，所以你可以轻微的这样按住，然后轻微的去住了它，按住它，啊，住了它，按住它，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耳朵这一边，耳朵这一边也有一个穴位，啊，这两边就是穴位，可以舒缓一下我们耳鸣啊，啊，或者有时候头要晕啊，这个也可以住的，啊，这几个穴位。另外就是说太阳穴了，太阳穴也可以帮助，因为当一个人情绪紧张的时候啊，或者他容易脾气爆炸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精神很不稳定。像太阳穴我也讲过，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眉毛这里有两个凹进去的地方，可以轻微的去舒缓它。这几个穴位呢，其实是比较专注在头部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原来。当你一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血就会涌上来。这个当然，关注的话就是对于那些有高血压的人呢，甚至可能也贫血的人也很容易你可能会很容易心跳快啊这一些你就要尝试在做这个穴位，然后心情放松起来。OK， 谢谢大家。